彰化县政府联合彰化县水五金产业发展协会及财团法人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共同举办厨卫产品2020设计大海选征件活动，县长王惠美欢迎全国民众即日起至2月28日上网票选心目中最佳的设计产品，就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乡亲共同来参与，也让我们彰化水五金能够呢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哦。那在这边再次的要谢谢我们金属中心长期以来对于我们技术上的一个指导，那也要谢谢水五金协会，那这个集结我们所有的业者不断的精益求精，把台湾的这个技术不断的向外这个发展哦，那创造我们的这个外汇。这些产品经过我们国内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比赛，然后把这些比赛的成果，我们再参加全国性的，再参加全世界的，比如说 IF 德国的大奖。厨卫产品2020设计海选邀请来自全国25所大学及团队参与，第一阶段征选活动至2月14日截止，累计有58件作品参赛。征选结束后，于2月17日至28日进行第二阶段的网络人气票选活动，由民众网络票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设计，并参加抽奖就有机会获得价值上万元国际设计大奖的水龙头精品、龙头文创小物及全联电子礼券，欢迎全国民众踊跃参与票选。公益频道赖清龙彰化采访报道。